神赐爱语，活向恩主。聆听爱语，安然自处。神的爱语读经系列，我是戴启华。今天的主题是遵守圣言的有福二。经文选自环球圣经译本约翰福音15章10节，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会住在我的爱里，正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的爱里一样。诗篇106篇3节，那些谨守公正、常行公义的人，真是有福。